我也是啊，几天都发不了语音，什么鬼？我声音不好听的，大叔音了解一下。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。菊花音了解一下，菊花音。弱弱的问一句，满级多少级？冬瓜汤的话，它可能以后作用会有，但是如果你现在就想有的话，应该是要氪金的。我现在任务需要，但是买的话，就那个摆摊上没有。做什么比较容易升级呀？
人卖冬瓜汤的吗？69级，如果你升不了级的话，那么你将要去宁宁师姐那里做等级突破的任务才可以哦。你只是一个过客，从我的世界路过。噜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想看你难过。那个哒哒哒是不是忘词啊？